日过年前，阿扁也真欢喜，会当甲厝内人出外去到南投德山的三那溪，阿扁也欢喜的一方面是，这是我离开鬼地方四冬外来，第一次有机会来出外，在医生医疗小组建议要增加治疗性的出游访友所做的一个安排。当然更加欢喜的是，我去到这个九二大地震灾后重建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，过去叫做三那溪游乐区，现在叫做是三林溪森林生态园区，看到重建浴火重生了后的一个五六区加森林生态园区，今天有那么多游客，一年超过60万，我感觉非常的安慰。咱大家阿哥会记得1999年的9月20日一日透早点外，台湾发生百几年来上界严重的大地震，7.2 的921百年大震，2000几个人不幸来死亡，超过10万栋的厝，不是全倒，无就是半倒来损害，会使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天然的灾害。会记得阿扁在大地震发生的前一暝，民主进步党为着928的党庆，包括历任的党主席，大家斗阵来咧录影，准备要来庆祝党庆。但知影讲，回来到厝了后，安尼困无偌久，就安尼发生遮尔大的一个天然灾害。当然，迄当时台湾人民非常的辛苦，嘛非常的勇敢，免怎伫这个灾后的废墟重新搁爬开，这是非常艰难的挑战甲考验。但是伟大的台湾人民发挥志刚的精神，予咱感觉非常的骄傲。咱九二大地震了后的重建工作，在2000年5月2日了后，落在阿扁的身躯顶。阿扁担任总统，安尼无到2礼拜，2000年的6月7日，
咱就正式来成立九二一大地动的重建工作来成立委员会。咱嘛编列超过2000亿的特别预算，加上民间的资源，包括社会各界善心的人士、宗教界、企业界，包括海内外济济的物资加人力的倒卡手，咱伫九二一大地震了后，才会当伫短短的四五冬内底重新过来爬起，从废墟，我们勇敢地站起来，我们告别悲情，迎向希望，台湾志刚的精神，100%，会使讲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使人感动，也非常的钦佩。包括姐姐日本的朋友嘛，娱乐台湾灾后的重建，咱短短四五年会当来完成，无输日本的阪神大地震灾后的重建。所以事在人为，有心就有力。当然去到三拉溪阿边啊，要讲的一个重建的故事，就是伫2000年的下半年，这一天已经袂记一去啊。阿边啊，阿袂搬去重庆南路的总统官邸，人阿个住伫民生东路的旧厝，一下晡阿边啊。临时接到一通电话，讲要来向总统讨救兵，伊要来欢迎伫三拉溪游乐区，啊，阁有百几台的私人轿车，正十台的游览车，来自高雄的游览车，讲阿哥调伫三拉溪，但是人救出来，车驶未出来，因为呢，三拉溪游乐区头前100公尺的安定湾的路段，也就是西阿公路。溪头到阿里山的公路中间的一节，有差不多200几公尺的路基已经流失，已经无路啊！啊，还有100几公尺是严重的瘫痪，所以100几台游览车加轿车驶未出来。阿边啊，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我嘛感觉讲阿达安尼，阿达无人我讲，阿我嘛唔知，真闹亏。所以阿边啊，交代所属去查证，真真正正有这项代志。所以伫灾后重建的过程中间，阿边啊，差不多一个月超过一届以上，拢总爱亲自去到灾区来叮嘱有关重建的进度，
来了解有啥物困难需要中央政府、行政院相关的部会，特别是中建委员会来阿姨斗卡手、斗协助、斗完成的问题。所以，咱唔敢关大总统府，闭门造车，看书面的报告，咱一定要行出来，主动管理，目睭亲眼看到，亲自听到，安尼才是实情，才是真相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阿扁啊为着要来将这个百几台的游览车甲轿车救出来，我下令咱的国军官兵呢来阿伊斗协助，用爆破的方式。咱先来做一条便道，予遐个车全部拢总驶出来了后，咱也知影讲，便道无偌久，阁遇到2021年的桃子台风，迄个风台会使讲上界严重，包括台北的板南线捷运。因为玉成吸水站水闸门无关，地势呢，这个捷运，咱的地铁变作是一条运河。台北车头用30公尺宽，30公尺深，所以呢。看外严重，大家应该还阁有这个记忆，所以投资台风来，阁将这个三拿溪安定湾路段的这个便道呢，阁来阿伊冲走，路基阁灭落去啊！所以伫个时阵，免做是要放弃。或者是讲要阁继续来完成这个无可能的任务，真大的挑战。最后，工程单位交通部003部长我报告，讲可能我都阁伫原来的路基，阁来重建。过来铺路，爱伫内底过来拍另外一条棚坑，所以既然专家安尼讲，阿扁啊嘛全力来支持，林部长嘛非常的认真，安尼日啊拼，暝啊拼。这个棚坑全长呢，实际是660几公尺。你想讲，伫2002年，咱开始做；伫2003年，本来讲10月。但会当完成，咱阁提前2个月，伫8月30，就正式来通车。感谢迄当时交通部高工局的局长郑文龙所带领的团队，遮个工人会使讲日啊做，暝啊做，包括过年29暝。马里斯，所以迄东西叫做眷属、眷房，就是讲家属、眷属、眷探的方式，
二九暝安排即个家属甲工人来工地做伙围炉，是用即款的精神呢来咧完成即个棚坑的爬通。即个棚坑爬通了后，咱啊号名做安定棚坑。这个安定就是三拉溪游乐区，这卖叫做三林溪森林生态园区创办人，这个咱南投的树心老安定老先生，他当时95岁，他做过南投六国代表会主席和四届的管理员，在地方受到大家非常的敬重，所以尾啊，咱嘛用老创办人的名安定来号名，叫做安定棚坑安定隧道。所以咱看到安尼安定棚坑做了后，一个三拉溪游乐区会当来加做一个有名、大家爱来的森林生态园区，我感觉比什么人更加欢喜、更加安慰。那边啊，会当甲厝内人出来行行咧，来坐村，来看花，来看到迄个水帘洞，一个松茸部落松的龙岩，包括迄个瀑布，会使讲非常的壮观，这是其他的所在所无的。阿边啊，真幸运，知影讲这个松茸岩、水帘洞，原来是姐姐的电影加连续剧底下拍片的所在。所以阿边啊，会当甲大家来关心、来努力做好这个安定湾路段的灾后的重建。那讲要上欢喜的，阿扁也是中间的一个，实在认为天下无一个无可能的代志，有心就有力，是不是啊？